救护车紧急开进工厂，车上救护人员全身防护衣包紧紧，急匆匆跑下来。因为受伤的17岁少女已经性命垂危，送医后伤重不治。害死少女的就是这部俗称小山猫的推土机。少女是五金工厂老板千金，在自家工厂操作推土机时好奇查看，但人站在驾驶座跟铲斗之间，疑似启动开关误触油压踏板，导致铲斗内收，当场挤压少女身体，少女尖叫后昏厥，家属这才惊觉出事了。有倒卧一名年约20岁的年轻女子，旁边有疑似像是小山猫的一个重机具，但是人员已经脱困，并没有被压住。那我们救护人员初步跟他去做评估，患者的意识非常的模糊。尽管少女第一时间就被家人抢救脱困，但伤势太严重，回天乏术。根据了解，小山猫是工厂新买机械，少女好奇心驱使，却意外把自己夹死。经营工厂的少女父亲事后得知噩耗，悲痛莫名。记者宋佩晨高雄报道。旺旺水神呢，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，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，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，所以这个非常时期，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。当然，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。